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音乐伴我行》。此季推出新的大爱剧场时，总会有几首令你印象深刻的歌曲。今天这集要带给大家此季大爱台原声带特辑。我们还特别邀请到慈济大学传播系的同学，以及手语队，还有慈济大学健康清散大使们，为我们带来身体以及心理上的多重感受。首先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是大爱关山剧场之二的《美丽晨曦》的主题曲。这首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呢，就是曲中的布农族语言，虽然语言不同呢，但曲调呢不会让人觉得不顺畅。就让我们来欣赏由慈济大学一年级的同学们为我们带来的《美丽晨曦》。
听完这首歌，大家是不是都有活力起来了呢？我相信大家已经很好奇里面的布农族语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呢，一起唱歌吧，一起走回家吧，快乐知足的过每一天。希望大家要感恩知足哦。接下来我们这首歌曲是由大爱剧场生命花园里的阳光希望爱。生命中的挫折总是令人气馁，但不妨踏出户外，拥抱自然，感受一下阳光的热度。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慈济大学传播系的同学以及健康亲善大使们为我们带来这首《阳光希望爱》。是不是也让我也跟我一样觉得很温暖、很感动呢？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不要转台哦。下一首要给大家带来的歌曲呢，我个人有几句歌词特别的有感受，那就是不要害怕取舍，更不要害怕选择。相信有很多人走在人生的路上，一定有很多犹豫不前的时候。这首歌告诉我们，就是大家不要害怕，勇敢往前走。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欣赏大爱剧场《我爱美金》的这首《没有墙的教室》。剧场的歌总是令人觉得励志又温暖。那下一首即将要听到的是歌是《春风伴我行》的片尾曲《你是我的续集》。这首歌就好像是在讲母女间的羁绊，令人感动又令人回味无穷。相信大家看到自己的母亲时，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哦。那接下来我们请慈济大学的手语队为我们带来《你是我的续集》。是微笑的河。
即将进入尾声了，不知道各位在听完了这些歌曲之后呢，有没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呢？那最后我们会带来一首很可爱的歌曲，希望大家在听的同时可以牵起身旁人的手，彼此感受温度，让我们这首大爱剧场的《清秀佳人的牵牵手》为我们画下句点。节目在此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手牵手，牵手，牵手，一起走，别无所求。牵牵手，牵牵手，牵谁发走的白头？Thank you.